最近因为在颁奖典礼上亮眼的穿着而再一次引起热议的新疆姑娘迪丽热巴，再一次凭借着自己来自异域风情的美好高挑曼妙身姿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要知道，来自新疆的迪丽热巴总是会给人一种异域风情的惊艳感，她的纤细身条不仅撩人，更彰显出万种风情，而让人不得不感慨到，迪丽热巴真的是一个风情美人，身上穿着的那些修身的亮面裙子，闪耀大方修身设计，也是勾勒出了纤细的腰身，让其显现出了卓绝的美感。金鸡奖上的颁奖典礼，别人都凭借着自己美丽的颜值登上热搜，而迪丽热巴却因为自己耳环掉了，抽上了话题榜的第二名。可能在红毯上丢东西还上热搜的，也就仅仅只有美丽大方却有点小迷糊的新疆美女迪丽热巴了吧。迪丽热巴可是一个拥有着天然少数民族气质的美女，美得可爱，美得很酷，也美得非常有个性。不过全中国人民都关心的一个话题是，不知道迪丽热巴的耳环究竟找没找到。